年祭只放一天，文化难以回天。年祭只放一天，文化难以回天。过几天，大家要吃月饼，大家一起烤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记得嫦娥，在烤肉的意义，对全台湾到底有什么意思？原住民每个庆典花多长的时间准备？是整个部落、整个青年、整个妇女一起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只有一天，非常的不公平。我们在八月底去了内政部，表达我们的意见之后，希望他们能够修法，但是他把球丢到人民会，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很多人一起来这里，当作皮球，让内政部踢到这里。但是我们希望原民会能够勇敢的出来面对，捍卫原住民的文化，做给内政部看。我们也希望原民会在没有修法之前，现在就可以马上做，让教育部、让工商团体、让劳动部知道原住民的祭典在哪里，原住民的祭典是什么时候，原住民的祭典的名称是什么，原住民祭典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让所有的老板们都知道，当遇到族人要请这个假的时候，不要再有刁难的事情。我们的语言啊，已经快进入这个面临自然淘汰的命运了。然后我们的年纪丰年纪还不让我们回家参加，要请假的请假，偷溜的偷溜，结果呢，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已经被开除了。如果孩子们语言都已经学不到了，连孩子都不知道这个年纪的这个真正的意义，我们的未来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原住民以后还有什么立场告诉别人说我是个原住民的身份？我们的要求并不多，让我们延续我们自己原住民自己的一个文化传统。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大的主题，就是每年参加年纪每年换老板，都很可怜。像我今年回去，我都请了两天，结果我回来，我被公司冷冻。所以说年轻人要学文化，只能在部落，你叫他在城市学文化，不可能，因为这不是我们出生的地方，这不是我们文化成长的地方。像我部落第一天的年纪是迎礼，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是宴礼，然后第四天是迎宾，然后第五天是送礼，还有一天是七三六天是结束放个浪。所以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去传承我们祖先千年传下来的文化，根本就不够。我的长辈告诉我，我们阿美族的女性很重要，在一个祭典里面，女性要执行的一个层面，她必须是在前置，一个在后面去推动男生在祭典里面完成所有歌舞、完成所有祭祀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要酿酒，我们要制陶，这个时间非常长。一个祭典是传承文化，传承我们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人的一个场域。我们长辈说，祭典它叫做萨嘎当道的娃娃，意思就是让一个没有成熟的孩子变成一个完整的人。可是我们如果只有一天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文化被浓缩，浓缩到好像只是一个观光性质的。如果我们的祭典不能那么完整，我们女生也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阿美族女生。其实世界各国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都会遇到的问题。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是单一种族、单一民族的。当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身份背景，甚至不同历史记忆、不同课纲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共同生活？好，那原住民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祭典跟汉人明明不一样，但是现在汉人主宰了台湾主要的这个社会生活，所以我们通通一起过，一起吃月饼，一起过端午节，但是应该这样子吗？那各个族群、各个包括原住民各个族的放假，包括台湾其他国家其他宗教的放假，我觉得都应该要放。这个诉求我觉得在情感上或者是我们的文化传承上
我们的族人是我想大家是非常支持这样的方案，可是在理智上我们还是要考量到说我们的岁时记忆当初没有放假然后去争取一天的时候，其他部会是有非常不多不同的声音的我们放假一天或放假三天，它的成本其实是要由雇主来做吸收的那雇主来吸收的时候，这个岁时记忆是属于文化传承方面那是不是雇主所认同的社会成本，他应该要负担的成本来说这个可能需要比较长时间的做沟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除了我们就是原住民之外客家或者是其他的族群，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同样的需求要做考量，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后续去了解来做一个衡评的那我们原会是承诺我们会在近期呢尽快的跟族人做一个沟通取得共识，那会再跟各部会做一个进一步的协调，然后争取最好的一个放假。我建议你真的替他们着想，你就建议经济部告诉跟经济部联合跟他们说，春节实在放太多天了，这样子伤害台湾的竞争力，我们取消春节然后马上要中秋节了，你就联合经济部财政部这些部会说我们一起来取消中秋节吧，好，大家公平吧，我觉得这样公平好。然后当他们觉得不行不行不能取消的时候，那反过来原民会原住民的为什么可以就不放假，所以我们先联合，我们联合这些次要敌人好，我们跟他们经济部啊内政部什么都联合，春节民族扫墓节扫什么墓啊，这很麻烦，端午节通通取消，好，通通取消，我们就提这个案子，然后大家在反对你的时候，你再问问他们，扪心自问看看。